了钱就对你好不对？这一个，你就好好学了时间，好好时间大家好好去那个地方，大家有那个好奇之后，那个咩你大家唔跑啊，大家要俾等嘅时间。呢個咩人哋碌嘅時間係點解你打地方咩？呢個係打主動嘅時間嘅時間嘅話題咩？你只覺得邊邊個？你要為自己做事嘅話，即係都係要。如果我想打時間嘅咩，即係為咗打第一個咩？咁我要打嘅時候，你咪同足我碌嗰邊咯，即係你做唔到。即係佢打。你而家打佢，你而家準備好嘅要打咩？你打一次先，你睇嗰個動作。
跟住佢係個意思入嚟啊嘛。Okay.